错，真不错啊！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。不瞒大伙说呀，我们公司那演出量一年得1000多场，纯利润就能达到2000多块钱。哎呀妈呀，又来业务了。哎呀，爸呀，我公司呢？我能不看着点？我要不在这儿，那演出还能有效果了？老艺术家，我不管是不是老艺术家，到我这儿来，那就必须得有效果。啊，都到门口了，那行，那我先看看。经理，张谦老师到了，快请进来。有请张谦老师。张老师，哎呦呦，舅舅您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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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张老师，哎，谢过去。张老师，久闻大名，著名的快点表演艺术家。快点儿，我怎么那么着急啊？经理，那个是快板儿。快板儿，快板儿，对对对对对，张老师，哎，这是我的名片。哦，大的演绎，嗯，大地演绎。说说你的目的，想要多少人民币呀？不是，这钱不钱我倒是不在乎，主要是想借您这个这演绎这平台，让更多孩子喜欢快板，学习快板，是不是？啊，张老师这境界。那张老师，那咱就开始第一步啊。行，我先给你起个名，我得给你起个响亮的名字。坐地炮。什么呀？没有。二踢脚。这不麻雷子。不，你老打算把我放了是不是？那得给你放出去。你想想，你一放出去我就火了呀，是不是？张老师，你得起大地红。怎么样？不如钻天猴。这只是名字的后半部分，前面必须要加上 MC。 这咋起个艺名和 S&C 呢？是张老师，不是 S&C， 是 MC。 哎，我怎么听怎么像 S&C。 那张老师，您先给来一段。我先来点效果呗，就是。那倒。哎，好好。这段太好了，还给我衣服，那必须得给您衣服。我有思想准备，我跟你说。哎呀，张老师，这有点不伦不类啊，这个。哎呀，张老师，我跟你说啊，这是最新潮的装扮，就这么穿演出才会有效果，所以您必须这么穿。这不说快板的行头，这个哦，还有这个，不是。哎呀，张老师，这还怎么说？我什么都看不见了。您说之前会热场不？热场跟观众互动？那我会呀。 那我想先热热，先热热。不管，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接下来呢，我给您说段快板，希望大家能够。老师，你这么说那哪还有效果了呀？那我得怎么说啊？助理打个样。我看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让我听到你们的尖叫声好吗？哇哦，现场的观众好多好多。哇哦，蔡明老师好美好美。哇哦，两位男导师好帅好帅。哇哦，张老师好暖好暖。哇哦，好冷好冷。张老师，不是我说，经理，你让我跟他这样这个跟大家互动，我大老头子合适吗？这个对不起，张老师，我忽略了您是个男的哈。就是您男版的也有一会儿，我让我助理先给你热个场，热完场以后他一下你就上音乐。